读书已早。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，笔记老有悔迟，而小生已早思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苏洵在他27岁才发愤读书，年事已高者尚知补救，小孩子就更应当趁早思考问题，努力读书。再读一遍，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，笔记老有悔迟，而小生已早思。